大姐，您这是吸什么呢？这是我这吸那个油茶花花蜜。怎么吸的？这是喏，你就是那吸管放在这花丛中间啊。啊，就。哇，你看大姐吸的津津有味的。很甜。我找一朵哈。你找一个。很多哈。有一点儿。有一点儿，但是好甜呀，就像那个蜂蜜的感觉一样的。